装了满满一车东西。我们今天去 cottage， 好多东西装满了，后面的车全部装满了，前面要两排，坐三个人加一个狗，还带了一个风扇。你好，我是老王，今天是6月25号，我们去 Moore Lake 的 cottage 度假。Moore Lake 属于安神钓鱼的15区，明天鲈鱼开季，我和朋友准备穿钓鲈鱼。说实话，钓鲈鱼肯定穿钓比暗钓容易得多，希望我们钓满。天气预报说这周末都下雨，而且是大雨。其实下雨天钓鱼效果更佳，但下大雨就不好了，而且下雨天可能只好待在 cottage 里，我们只好走坐桥。哇，外面风景还是不错。好，开始干活了，还得收拾东西，先放弄出来吃火锅的。吃火锅。第二天一早，因为激动，5点多就醒了，大家还在睡觉，就自己先去岸边试了试。Good morning. Got anything? No bite?Right. It's the first day today. First day today? Yeah. Yeah. Yeah? So how big is that? 2 pounds? No. Smaller. Small. I think it's today the first day, is it? Today is the first day. It's open today. 暗钓了一会儿，没有一个咬口，还是赶快回去吃了早饭，和朋友开船出发。我们这个船是一个充气船，我会在下一个视频专门介绍怎样装配驾驶这个充气船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。要穿一个防水的衣服。真是这么大下雨。一样的 size。这个是 rock bus。红沙也很大，如果巴士也很大。吃火锅。上午钓了2个来小时，效果不佳。朋友钓了4条巴士，我只钓了1条。回来吃了午饭，好不好吃？下午继续。好吃，这种，这种好吃。是不是应该泡过？不用泡。试试。今天天气多云，有零星小雨，应该是一个钓鱼的好天，下午肯定有收获。老抄走。不主动鱼不对的。这里面还有一条，上了上了上了，上了上了。你说还有一条，就还有一条。对，跑到草里面去了。还没跑吧？还没有。出来了，不大。这么多鱼吗？这里？这个不大。吃完饭还不错，哇。刚才这一条是一下去收竿就有了，太爽了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还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好吗？非常漂亮。老王今天下半场相当不错啊。还可以。啊？这条是有可能是 king， 今天的 king。
我操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豆儿，豆儿，来，别放，看到了吗？收。哇，这个大！这个爽啊！哎呦，这个项目有这个，这个项目比较大哟。老王今天真是相当之不错啊！不错啊，好嘞！哇，这个爽！这个三磅吗？四磅应该有，三磅应该有。抓紧了，好，抓紧了，好，耶，来呀嘞！上了，老王今天下半场真是很猛很猛啊，也还不错，十六分之一的那个钩，八分之一的就沉得太快了，对，十六分之一它沉得比较轻一点，但它下沉的那个样子啊很自然。下沉太快了，之后下沉太快了要水深，然后石头的地方，来，哎，这个比较大，这可以，这有，哇，哎，我跑了，小心，哇，哎，扛，好。终于搞一条这个像样的啊！好，来，对，哎，我这个十六分之一可以哦。可以，这十六分之一是可以，真的是可以，相当的不错。好了，谢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，请按 subscribe， 下次见。